好啊，那姐夫我把这个吃了，我们就去换哈。对啊，我赶紧自己门放门呀。好。最近他说要十二点，哎，十这个滴下来的。我。你盖门，盖窗。你决定要坐几点？你去问。那你明天要决定做几点的？我把这个帽清洗一下。哦，那实在是安尼吼，应该啦，对无？人安尼煮三顿，甲你请出来，安尼互相的是应该的啦。十点十七，然后再来，再来就十一点二十。给爷爷吃一口，给爷爷吃一口。牙膏安呢？给爷爷吃一口，还没见过孩子吃点心吃什么？小包个会吃，阿哥都阿爸姐都感觉足阿好食，一连数的，木头骨个个在食。没见过。真的是这样，他大概每一个小时就会。足好食，一连数的去。每个小时。天下。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吃这一颗柳丁啦！大姐，你进来看这个囡仔，讲食柳丁食到安尼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对啊，咱超过一点钟，你若那一般无，嘴巴嘴巴也无咧，就是嘴巴咧，还佫无，还佫过一点钟，还过一点钟啊。两个赞。哦，你弄安尼个，身体拢无安尼样。你看，白头发个也是一直讲，白头发个也是一直讲。是姐，我老看到姐，那姐也想回家。嗯。那姐想回家。无要紧啦，大姐，我再想要来取盒子来装。我先载姐夫来去那个位挂挂位置。你等前面那女生，你要小心，你困毛病。不要紧啊，你在车站看到很多人穿的比你更舒服。爸阿妈的关，要推转楼，等下要先哭。爸，没有，他昨天我一直要跟他脱衣服，他就说另洗啊，另洗啊。酸酸，你怎么不怕酸？我嘴边吃着，伊无咧迄啰酸，就爱紧来吃着，再下巴会破啊。怎么这么好吃呢？要换一张。你拿湿巾，你不要拿湿巾啦，嘿。再一张，一张太薄了。你姐姐要吐哦，这是一个梗。走，走，在睡觉。这颗是纸特别少的，好像特选为你特选的耶。请我吃啊！啊！这样很谢谢你，但是有一点小气。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这是糯米。吃得好好吃嘞。音乐再摇一下。太可爱了，这个小朋友。擦嘴巴啦，嗯，太高，你担当的高。阿坐，阿坐睡觉，阿坐在里面睡觉。两颗子子，你有看到两颗子子？嘿嘿嘿嘿嘿。
拉到起来。你哪个一款？不过你那几年都差点没来。我们现在多好啊！我们规划年了，你那话做多少小工？啊，早打电话来，昨天才多好啊！因为那一种就是说有票没票，啊没票，我们往下一个时间。嗯。怎么有这么多好用的衣服，又这么漂亮？